今日我们学习骑射，可还有人愿意来试一试的？这不是桑家女儿吗？竟然害怕骑射，那还学什么男儿上什么学堂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怎么，你故意来晚，还一副惧怕的模样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严小兰，说什么呢？桑家小姐那可是蛮横。 堪比军营里的汉子，怎么可能怕骑射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不帮我说两句？我觉得他们说的有理。哪有理了？哼。霍博士，我来试试吧，让有些人看看什么叫做骁勇男儿。 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刚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吓死我，没事就送我们了。谢谢，多谢相救。您是我的学生，若是在国子监出了差池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而且你没事吧？无妨。是两服一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公子，厉害呀！还用你说？